这个是某大超市卖的五颜六色的糯米团子，我们来测评一下，我也不知道好不好吃。打开就是这样的，它已经没有刚刚那么亮了，全靠保鲜膜撑着的颜值。不建议买给家里的老人吃，会把假牙给粘掉的。除了甜没有其他味道，我们再来吃一个绿的，看看味道会不会不一样。扒开了，后味还有一股子猪油味，有一个淡淡的薄荷味。这个我算是明白了，不管啥颜色一个味就是甜。吃不了吃不了，虽然挺好看的，不如买一个青团或者雪媚娘吃一吃，就这样吧。